你曾经问过我，你是一个30岁并不太年轻，而且离了婚的女人，我为什么会爱上你？你说因为缘分，茫茫人海，你偏偏撞到了我，所以你想让我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。你本来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。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简直不敢相信。你非常像我以前的女朋友，简直一模一样。我真的不敢相信，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？那天在撞到你的时候，我正在想着他。撞了你之后，我以为是幻觉，后来我发觉这不是幻觉，是真的。我非常非常的爱他，本来都打算结婚了。那你们为什么会分手？我们没有分手，他死了。飞机失事。天蓝的。飞机起飞10分钟以后，就掉下来了。他也是留直发的，对吗？所以你希望我改变发型，希望我涂蓝色的睫毛膏，希望我穿蓝色的衣服，这样我就跟他更像。你现在的形象确实和他太像了。他也喜欢运动，你们经常去爬山、健身、跑步，对吗？你是按照他的样子来改变我的，对吗？你不光想改变我，还想按照你们喜欢的风格来改造我的家，对吗？那么，你爱的是我吗？是方可舟吗？原谅我没有早告诉你，这段经历对我来说真的非常痛苦。他一直压迫着我，让我没有办法解脱出来。
我能理解你的心情，也为你有这样的经历难受。我现在心里非常乱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，周，你好，不知道北京的阳光好吗？北京春天风大，多穿衣服。祝你今天暖和。杨怀特，阿姆斯特丹。方可周，你好，我在巴黎，我从这儿寄一点巴黎的阳光给你。祝你今天暖和。杨怀特。可周，这里的天是蓝的，水也是蓝的，等我们岁数大了，一起到这儿来养老吧。杨怀特。方可周，还是忍不住给你寄明信片，希望你不要怪我。祝你快乐，杨怀特。喂，柯周啊，你接一下我电话好吗？我知道你在家呢，我就在你楼下，我们能好好谈谈吗？柯周，你我都是有经历的人，我们应该了解彼此的痛苦。你能给我个机会，让我上来，我们好好谈谈吗？你上来吧。他去世以后，我的精神几乎垮了，根本就缓不过来。停飞一年，不仅不敢飞，甚至连坐都不敢想。这件事过去多久了？三年。我知道，我们相爱着，我心里在想着另外一个女人。这样对你是很不公平的。可如果我们分了手，就等于是将好不容易得到的机会再次放弃。我真的很不甘心。所以你总是想改变我，让我梳他的发型，穿他的衣服，按照他的习惯，做他喜欢的事情。你想把我变得和他一模一样。我不是刻意这么做的。我一直在努力地控制着我自己，而且我知道，你也一直想适应我，努力地改变你自己，这让你很痛苦。既然想跟我分手，为什么还要回来？因为我还想着你。是想我，还是想你的女朋友？在我心里，有时候你们是两个人。有时候不是，但你根本忘不掉他，不然你不会回来找我。你可以随便和任何一个女人好，你还是想抓住心里那个影子。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和你重新开始，我再也不强求你了，我希望你用自己的方式生活。我也曾经这么想过，
我想走出罗建军的阴影，忘记那段痛苦的婚姻，全心全意地做你的女朋友。我下决心不再吃炸酱面，不再穿原来的衣服。我涂上蓝色的睫毛膏，穿上蓝色的衣服，从头到脚把自己换成你喜欢的样子。可最后才知道，我只是你去世女友的替代品。柯中，其实我向你坦白，就是想改变这一切。我不再要求你做什么不情愿的事情了。你忘得掉吗？那么刻骨铭心的经历，那么美，已经永恒的天上的爱情，你能忘掉吗？我能做到。我不会再让它影响我们的关系了。我相信你的理智，但不相信你的感情。你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他，我也一样。每一分钟，我都在怀疑自己到底是谁。刚才看这些明信片，你在15000公尺的天空思念我。你思念的是我吗？你看着我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你是在看我，还是在看那个已经死去的女人。这太可怕了，我没办法忍受。